欸，伤害好像够欸。哦，应激一了。我靠，来不及，来不及躲。所以才说第一伤打王啊！我怎么觉得这只打起来比夜使者还快一点？明道残月破。失误了，不应该这样死的。好嘞，刚那个死法太蠢了。好险，移动够快。这套是绑王，绑不住他。好呗啊！他假动作我啊！哦，危险！好，欸，我在放那个小子的那个生物在下面撞来撞去就好啦，然后我在上面疯狂的在这里砍，好像可以哦。欸，好像可以耶，我生魂能过耶，好像能打到，应该说能打到最后一阶。我好像甚至不用叫那个叫那只下去，我就可以打到，我可以打到下面的怪，欸，好扯哦！这就是圣魂吗？真的站在这里一直 A 就好了，欸，我就站在这里一直打就好了。哎呦，超广的！这攻击范围超扯的，欸，这是真的很扯欸，这也太爽了吧，真的是可以超级大，它的 X 轴
歪走，负一个词，走负歪走都超广。好，卑鄙外乡人准备要来了，聊天室，我准备要出去等我的招了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打王是用这个是不是？还是用这个？哦，伤害是这个吗？这个打王那一招吗？月光之舞啊！我现在用的这招是什么？我现在用的是这招对吧？等一下出去外乡人换一下技能啊！不行啊！哎，这样换的话会不会等下就死啦、啊？这招打王用的吧？原来我现在是用练等的技能在打王啊！哎呦，外乡人，原来我是用练等技能在打王啊！要求嘞。靠北，为什么我上不去啊？哎，为什么我上不去啊？嗯，走上来好。靠呗，快去帮我！好家伙，抢抢抢抢抢！快去帮我清怪！我被晕了。啊！过了吧，可以的吧，可以的吧，过了。好像没有比较快诶、欸，对，好，感觉哪里怪怪的，怎么过得这么奇怪啊？为什么我射魂过了、啊？好奇怪哦！我打得好莫名哦，怎么就过了、啊？我 what？ 哎、欸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我给你们看啊！这样子可以过哎、欸，这样子可以过哎、欸，你们看，我自己都惊讶了。